我是塔莎，我将带领大家做一个全身瑜伽流程，在这里你会增强柔韧性和力量。我们将从 Child's Pose 开始，在你的瑜伽垫后方，把双膝分开，脚趾并拢，开始向前爬，把额头倾向地面。一旦到达，放松你的手臂，感受臀部放松在脚后跟，甚至让你的眼睑变得沉重。开始深呼吸，最经典的瑜伽呼吸是五加一呼吸，通过鼻子吸气和呼气。你可以在整个练习中保持这种呼吸方式，以帮助激发内部的热量，或者你可以以任何让你感觉好的方式呼吸。随着你开始加深呼吸，感受身体放松在地面，帮助你的身体从内而外恢复。从 Child Pose 慢慢转到桌面式，双肩直接放在手腕上，手掌平放，并将手指张开。吸气时扭势，腹部下沉，抬起下巴，放松肩膀。大口呼气，通过上背部弯曲和卷曲，将下巴紧贴胸口。吸气扭势，腹部下沉，抬起下巴。呼气猫式，弯曲和卷曲，下巴贴胸与呼吸一起，再做几次。吸气扭势，呼气猫式，最后一次扭势，大吸气，腹部下沉。呼气时像猫式，背部弯曲，下巴贴胸，回到平稳的桌面式，背部平直，脚趾抬起，臀部抬向天花板。一旦进入下犬式，想象你的身体形成一个倒 V 字形，调整脚距，使其与髋部宽度相同，双手肩宽分开，手掌平放，做几次呼吸，在下犬式中移动，踩踏地面，弯曲一膝盖，另一膝盖压向地面，找到对脚踝和跟腱的舒展和拉伸。几次踩踏后，将双脚分开，并比髋部稍宽，慢慢向后走，双手一直走到脚尖，在垫子的后面做 Ragdoll 式，膝盖稍微弯曲，向前弯身，抓住相反的肘部，让头和颈部完全放松，深呼吸。你可以选择左右摇摆，稍微换一下手的位置。你可以保持中心悬挂，或者继续摇摆左右。把手放到地板上，将左手放在瑜伽垫的中间，慢慢移到脚前，左膝稍微弯曲，右臂伸向天花板。扭转时，右手中轻轻转动手腕，确保也要以相反方向进行。想象你的右臂是一台巨大的风车，你将开始做一些大的手臂转圈，向前转圈，真正感受到肩胛骨的关节，它如何移动到你的脊柱和远离你的脊柱。在那个方向上做了几次圆圈之后，我们将反方向做圆圈，圆圈一直向上，向后伸展，让手臂下落并继续。慢慢地放下你的右手，放在左手的位置，右膝盖稍微弯曲，伸展左臂一直向上，开始做手腕圈动作。
做了几次手腕圈之后，换个方向做手腕圈。接着手臂画大圈，让你的手臂和肩膀热身，为关节找到一些润滑。然后改变你的圆圈方向，一直向后坐，让你的胸部在你的手到达顶部时打开。慢慢的把你的左手放到地板上，让你的膝盖弯曲更多，把你的手放到你的腰部后面，食指相扣。当你的手臂伸直时，向上伸展你的拳头，让你的头放松，深呼吸三次。再呼吸一次，将你的手开始往前走，一直到瑜伽垫的顶部，找到一个稳固的高平板姿势。对于一些对瑜伽稍微不熟悉的人，我建议把你的膝盖放到地上，做一个修改过的平板姿势。从这里向前移动你的肩膀，保持核心收紧，开始弯曲肘部，降低至一半，保持一半高度，将肘部紧靠你的肋骨，胸部向前延伸，并慢慢开始完全低至你的腹部。一旦你的腹部接触地面，放松你的脚趾，并将你的脚分开到瑜伽垫的边缘，把你的手伸向你的脚，并在你的背后交叉手指，抬起你的胸部离开地面，并且抬起你的脚尖离开地板，向后伸展，想象你在展现一个柔和的微笑。大口吸气，当你呼气时，低下去，左耳贴在地上，目光向右，放松你的手臂和双腿在你的身边，可以选择弯曲你的膝盖，左右摇动你的腿，像挡风玻璃刮水器一样。把你的腿抬起来，放松到地面上，把你的下巴放回中心，再次在你的下背后交叉你的手指，但是拉紧你的腿靠在一起接触，抬起你的胸部，把你的拳头伸向你的脚后跟，并把你的脚抬离地面，通过你的中心线拉紧，紧紧收紧你的腹部，脚趾向后，胸部向前，大吸气，呼气时放低，右耳贴在地上，放松双臂和双腿在你的身边，再次可以弯曲膝盖，左右摇动你的腿，像挡风玻璃刮水器一样。放松你的腿到地面上，把下巴回到中心，这次把手放到你的瑜伽垫上，框住你的最低肋骨，所以手稍微向后一些，把肘部抱向对方。当你把肩胛骨拉向脊柱时，感受脚背按压到地面，让你的腿变得强壮，收紧你的股四头肌，大吸气，伸直手臂，进入上犬式，抬起下巴和胸部，呼气下犬式，屈脚趾，抬起臀部，做几次深呼吸。再深呼吸一圈，吸气，看向你的手指，呼气，把你的脚走到你的瑜伽垫的顶部，把你的脚与臀同宽，吸气，半起，手放在你的胫骨下方的膝盖上，抬起你的下巴和胸部向前，找到一个平坦的上背部，呼气，前屈，手放到地上，放松你的头，站起来，吸气，山式，手臂伸向天花板，呼气，手放在心前，站立，注意吸气，山式，手臂画圈上举，呼气，前屈，吸气，半起，手放在胫骨上，呼气，手掌放在地上，回到高平板式姿势，把膝盖放到地上，这是修改后的平板式，向前移动肩膀，这次下降到一半，脚尖着地，
上犬式，大吸气，抬起下巴和胸部。下犬式呼气，抬起臀部，做三次深呼吸。向前看，把脚放在手后面，让你的脚与臀同宽。吸气，半起，呼气，前屈，山式，吸气，手臂上举，呼气，手放在心前，吸气，山式，手臂伸向天花板，呼气，前屈，半起，吸气，回到高平板式姿势，将膝盖放松到地面，向前移动肩膀，吸气，下巴和胸部抬高，呼气，下犬式抬起臀部，从下犬式把右腿抬起并向后弯曲，右膝打开臀部，右腿在空中做大圈，在这里找到美好的髋部活动和动作，接着改变方向，伸直你的右腿向后，脚趾对准地面，大吸气，膝盖贴胸，呼气，肩膀向前，直到手腕上方，把右脚踩在双手之间，如果需要更多支持，可以手动引导你的脚向前，左手放在瑜伽垫的中间，吸气，右手到地面，放软左膝盖到地面，松开左脚趾，抬起手臂心月式，在这里做几次深呼吸，在每次呼气中找到左侧核心和髂腰肌的美好伸展，每次呼气都下沉更低，将肚脐拉向脊柱，并拉长尾骨，以便为你的下背部找到更多支持。当你下沉到臀部时，感觉肩膀放松，轻微抬起下巴离开胸部，再做一个深呼吸。把手放到地面上，框住右腿，半分裂式，将脚趾朝向脸部，找到右腿后部的深层伸展，打开你的腿筋，弯曲肘部，使你能够前屈，找到更深的拉伸。在这里做几个深呼吸，慢慢弯曲右膝，屈起后脚趾，抬起左膝离开地面，腿回到高板式，右脚与左脚并拢，向前移动肩膀，半路向下，吸气，上犬式，抬起下巴和胸部，呼气，下犬式，抬起臀部，左腿抬起向后伸展，弯曲左膝，打开臀部，左腿在空中做大圈，改变你的圆周运动方向，伸直你的左腿向后，吸气，膝盖贴胸，呼气，左脚向前，右手放在瑜伽垫的中间，吸气，左臂高伸，扭转打开，呼气，放下左手到地面，把右膝放到地上，松开后脚趾，抬起手臂，心月式，在这里保持几个呼吸，积极的拉长尾骨。你想要感受到你的下腹部和前面的髋骨，这样你就可以沉入髋部，让躯干更多的延展。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来帮助恢复，特别是在做了很多 HIIT 课程、跑步、骑行等活动后，
在这里找到这种感觉，这样你可以得到很好的低背放松。再做一个呼吸，放下手，框住左腿，伸直左腿，弯曲脚，前屈，让头放松，做三到四次非常深的呼吸。最后一个呼吸，弯曲左膝，屈起后脚趾，抬起右膝离开地面，退回到高板式。这次从高板式找到一点核心力量，把右膝盖带到右臂，然后退回，抬起左脚，左膝带到左臂，然后退回。你再做几次，交替你的腿，右膝到右臂，左膝到左臂，你也可以用膝盖放在地面上来做这些修改。所以即使我们在恢复中找到核心力量也是如此关键和重要，它有助于稳定整个身体。你的手向前，把下巴沉到地面，保持臀部堆叠在膝盖上，让上半身放松，非常缓慢地把手放回肩膀下方，向下犬式屈脚趾，抬起臀部，下犬式看向前方，把脚移到瑜伽垫的顶部，确保大脚趾这次是并拢的。吸气，半起，呼气，前屈，将臀部向下放，手臂伸向头顶，手放在胸前心中心，向右扭转，左肘挂在右膝外侧，找到中间和胸椎的开放至关重要，这样你可以更深的呼吸。大吸气，大呼气，手放在心前，向左扭转，右肘挂在左膝外侧，保持臀部低，通过中部和上部脊椎扭转，完整的吸气，深深的呼气，吸气以示保持臀部低，伸展手臂，手放在心中心，慢慢前屈，手放到地上，伸直双腿，弯曲膝盖，放低臀部到地板，伸展双腿向前，从这里确保你坐骨着地。我喜欢稍微摇摆左右，脚向脸部弯曲，坐直，大吸气，手臂上举，呼气，坐姿前屈。如果你今天感觉特别紧，可以弯曲膝盖，抓住脚，这样有一天你可以进入直腿姿势。做两次深呼吸，非常缓慢地坐起来，进入蝴蝶式，脚并拢，膝盖分开。在这里有一些选择，如果你想要真正专注于锻炼髋屈肌，那就让脚跟靠近大腿内侧。如果你想要锻炼髋屈肌，但也想要着重在外腿筋上，那就把脚尽可能向前，不分开，或者你可以找到一个中间的平衡点。最重要的是你的身体感受良好。当你找到你的位置时，前屈，让头放松，让眼睛闭上，放松肩膀，接着让手臂和手放松在瑜伽垫上，向你的臀部做三次最深的呼吸。再做一个呼吸，慢慢起来，伸直腿向前，慢慢躺下，
一旦你躺在背上，弯曲膝盖，双脚平放在地板上，与臀同宽，把右脚踝放在左大腿上，抬起左脚离开地面，抓住左腿后侧，轻轻地将腿拉向胸部，找到外侧髋部的轻微伸展，保持脚弯曲，做三次深呼吸，以保护膝盖。在这里做最后一次呼吸，慢慢松开你的腿，把左脚放到地板上，把右脚放到地板上，我们将交换左脚踝放在右大腿上，保持脚弯曲，抬起右脚离开地面，手穿过双腿之间，抓住右腿背部，轻轻将腿拉向胸部。每次呼气时，将呼吸送到外侧髋部，送呼吸到任何感觉到紧绷的地方，开始注意到每次呼气时会释放紧绷感，让身体恢复和再生。最后一次呼吸，慢慢松开，轻轻松开双腿，把脚平放到地板上，伸直左腿向前，把右膝拉向胸部，用双手抱住，大吸气，呼气，把膝盖扭转到身体左侧，右臂伸向侧面，你可以保持目光向上，或者看向右肩，将你的呼吸送入你的脊柱。非常慢的解开，伸直你的右腿向前，把左膝拉向胸部，给自己一个好好的拉伸，吸气，呼气，扭转，把膝盖扭转到身体右侧，左臂伸向侧面，找到你颈部感觉最好的地方，并允许你的眼睛闭上，开始想象你的呼吸被送到脊柱。松开，双膝拉向胸部。一旦你抓住双膝，让膝盖张开并抓住脚的外侧，进入快乐宝宝式，轻轻地摇摆左右。把膝盖拉回胸部，把额头贴在膝盖上，大口吸气，填满并释放，休息，放松。双腿放到地上，手臂放到地上，展开身体，整理你的身体，让你可以在这几个呼吸的片刻内静静的休息。如果你准备好，你也可以这样停留更长的时间，你可以移动移动你的手指和脚趾，也可以在瑜伽垫上摇摆头的后部。吸气，大张嘴呼气，让膝盖弯向胸部，慢慢地滚向身体右侧，坐起来，找到一个舒适的坐姿。一旦找到舒适的坐姿，把双手放在胸前，一个手势来认可你自己和你的练习，
非常感谢大家的到来，愿你们恢复得好，祝你们有美好的一天。